小胖，欢迎收看本期的基础玩家。今天拿到的是来自这个法国的劲浪的一个 Aria 的一个落地音响936。我们上次评测了它的书架音响，对，然后非常的优秀，人声很纯净，很纯净，而且还比较的对这个 HiFi， 还比较的年轻化，还比较流行。就很冲突，这个事儿就本身就很冲突啊。劲浪做的东西为什么这几年它的口碑非常非常的好，就是因为它东西在 HiFi 和流行之间能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非常棒。来说它的落地音箱，因为我搬了这个房间比较大了以后呢，我相信啊，落地音箱表现一定会更好啊。当然那个书架箱我们没有在这里测试，我这里大概150个平方。今天把它放在这里呢，去给大家做的这个试听，在前几期也出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往期啊，是有它的试听的。今天我就不试听了，就只是用语言的方式去表达这个音箱到底如何。一如既往的说它参数38到28000赫兹，39吧到28000赫兹，三分频，上面一个1英寸的镁铝合金的一个高音，对，亚麻盆。就人家说是这个竹席啊，竹席做的，你可以这么理解吧啊。6.5寸的中音和3个6.5寸的低频单元啊，那就强劲太多太多了，对吧？原来那个是2分频906，那个是906吧，然后应该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低音单元和一个高音单元，它没有中音，有中音是为了让射程更远，那你听到的声音不管是高中低音的衔接还是能量感都会强很多。对，8欧的阻抗，50到300瓦的推力都可以推动这个音箱。导向孔底下有2个，然后呢，它在最底下的部分还有一个导向孔，一共是3个导向孔，就是它是一个低音扩散的一个作用，整体会让低音的这种分布更匀称一些。那低音炮人家都建议买2个，为什么？因为分布更匀称，并不是为了声音更大啊，它只是你能够听到的整体的。这种低频的扩散能力更强一些啊，做工一如既往的跟原来906没有什么区别，非常的好。上面是玻璃的材质，然后旁边是这种贴皮吧，实木贴皮，前面是这种仿皮的材质，非常非常的精致。还是一句话，劲浪做的东西特别的精致，虽然这不算是劲浪的高端系列，但是也是做的非常精致了，而且整体的这种现代感还是非常好的，可能配我这种老美的风格会有一些觉得过于现代了。当然现在大部分人的家都是极简啊，或者是这种日式啊等等的，那这个音箱应该是非常非常合适的，放在你的家具里面。它有3个颜色，黑色和白色还有这个木纹色。这个音箱给我第一直观感受就是我觉得比906好太多，当然这个是在基于大房间的状态下。我觉得这个音箱它上面说是广告说是25个平方，能满足25个平方的房间，说的非常的内敛，给我看来80个平方没有问题。对，记住哦，80个平方没有任何问题。低频的能量感还是非常非常的强悍的，高频中频的这种射程也是非常的棒的。对，我旁边有这个书架音箱，但是你明显就能感到，哪怕我加了低音炮，它的射程还是不够的，能量感是不够的，开大声了就失真了，对吗？这个在小声音的情况下射程都非常的长，你可以在3米、4米、5米的距离去聆听都是没有问题的，非常的夸张。它的这种声场这种结像啊，这个非常的规整，而且整体的声音的这种密度还有粘稠度，三频的匀称度都很好，几乎在这个价位当中我挑不出什么特别多的一些毛病。听女生她有那么一点毒的感觉，中高频很亮丽而且很飘逸的感觉，低频呢相对有一点多。如果你在她建议的25个平方的房间里，这个低频的弥漫性和扩散感都非常的好，就是看个人对低频的需求。我觉得低频弥漫出去了才能够把整个氛围衬起来，
是一个如来佛的手一样的，他把那个整个音乐的氛围托起来了。对，就让我们如果搞乐队的话，贝斯重要吗？理论上来说很重要，但大部分人觉得不重要。我们做酒吧那些老板就觉得那个梆梆梆梆梆梆梆，那个弹那个玩意儿可以没有吗？就是一把吉他，一个键盘，一个鼓就可以了。如果给乐队的小伙伴来看，这事儿是不行的，那我就不做了。贝斯就是鼓的调，这么个概念。平时你不怎么听得见，但是呢，它起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那这个音箱表现贝斯的声音是非常好听的。哎，有人就觉得这个声音有点轰头，有些人会这么觉得啊。当然房间大，它自然也就化开了。他说的理想状态25个平方的情况下，贝斯会相对比较明显一些。你听就大家也要看你的房间有没有做这个声学调校，如果没有做的话，这个声音会比较多。那这个声音多对于流行的诠释非常好啊，没有哪个音箱说准标准啊，白开水就是对吧，监听，每一个监听音箱的效果都不一样，所以没有必要去纠结。我觉得你买音箱回去吧，觉得好听就行了。这个音箱给我判断它不是那种 AV 味儿。 AV 味儿的箱子呢，低频有一些做的过多，有一些做的过少。少呢是因为它有低音炮去补充，所以无所谓。多呢是因为也可以不用低音炮，看每个厂家的做法。这个箱子偏流行，它肯定是比那种相对一般的AV 箱来的要让你高潮的多。对，高潮的多，你听上去就是一股子 HiFi 的味儿，但是呢那个整个三频的这种激进又很流行。而你听周杰伦呐、对，现在这些年轻人的歌曲他的低频都能够给你带到一种很爽的一种感觉。特别是如果你是50个平方以下，对那个低频的那种弹性，哎，就是我们说直白一点，弹性非常非常的好。中频也很甜，没有觉得有一些音箱呢就是三频低频激进一点，高频飘逸一点，中频就相对弱一些。这个箱子并没有，中高频衔接的非常的好。你不能说它中频就是甜，只能说它中频的这种颗粒感很好，质感很好。哎，中频的质感很好，你这么形容你就大概能够明白了，就是人声的这种表现力很张扬，一点都不内敛，它的每一个频段都不内敛，都很张扬啊。就是如果说三频的能量感就是那种相对比较好的汽车上面好的音响发出来那种感觉，当然声场是没办法去换算的，那个汽车和家用音响是两个概念。但是就是如果这对箱你不把它当做 HiFi 箱去处理，就是说我也不想坐在一个什么什么位置，然后三角形什么听什么结像，你不想这么做，你就放在电视机两边或者放在你的客厅的每个角落。打个比方啊，它的三频出来的这种能量感就是你想要的那种很激进的感觉。我们说人买音箱回去会有一种预期，就是我想象这个音箱应该是怎样的。当然很多 HiFi 音箱就很内敛很耐听，你低耳听就不是那种我想象中的升级，而是我要试着去接受这种正确的听观。有一些音箱是这样，这个音箱就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快乐。哎，对，我从书架换成了一个落地，哎呀，这个能量感棒棒棒棒出来的，不管是升压机啊还是低频，对，就是你要的那个感觉，很清晰，每一个声音都很清晰。有人说这个嘛个字不耐听，你可以这么理解，我觉得你可以这么理解。要多耐听呢，就是你可以听2-3个小时不累，然后你需要有那么多时间去听。我不知道这个，当然这个东西有弊有利啊，你是否真的能坐在那儿听2-3个小时。目前我的状态很少有时间这么去折腾，一般就是要就听着我做的事儿，对吧？我也不坐在这儿专门听，要呢就是我就听个
抽时间20分钟一个小时半个小时我就不听了。哎，很多人也是这么个状态啊，用这个碎片时间去听歌啊，用做事的时间去听歌啊，你能够得到一种享受的感觉。哎，这个音箱就给我带到一个这种味儿啊，不管它的交响啊还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音箱没必要太多的聊交响乐。买这个音箱，反正我认为我身边的小伙伴听交响的很少，可能北上广吧多一些啊。我们这种，对，就是没什么文化，就是听交响不是什么听得懂，对吧？我们听流行歌比较多，然后会一些口水歌啊，特别显得音箱特别好，对不对？哎，都听各种这种，我们试听的时候就听这些类型的歌，是吧？大家都知道啊，为什么不放交响乐？我自己首先我不知道哪个交响乐好听，我也懒得去揣测，就是。我听歌还得学习，我这个累不累，对吧？就吃东西一样的，你告诉我这个好吃，我本来不觉得好吃的，我非要死的去接受它，这个很难过，你知道吗？哎，我就听着我自己喜欢的歌就行了。这个音箱一定能够给你带到你那种想要的那种预期，我觉得都是年轻人喜欢的这个状态。至于老的发烧友，我觉得尽量可能在这个级别，他也不过多的去照顾那些就是吹毛求疵的，或者是啊，就是特定类型的。他只是说大众都喜欢的这种音乐啊，我觉得他能诠释的非常到位。在这个价位当中，听了他的声音，别的音箱真的很有压力，很有压力。很多音箱都做的还是相对比较保守，好不好？那今天带到的就是劲浪的936。那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技术玩家，我是小胖。记住在我们的哔哩哔哩、新浪微博、西瓜视频给我留言，我会及时回复大家。优酷、腾讯、抖音、YouTube 都可以搜索技术玩家。下期再见，拜拜。